慧命发出啊，得宏观，不忍定力度众生，明思是非断烦恼啊，修学道法出菩提。生命呢，是咱学佛的再度去。有了这个身体，有了这世人这个生命，有幸听闻佛法，所以咱要好好把握，利用这个身躯，伫这世人，咱应该佛法啦，好好吸收，将生命的时间来精进，所得到法趣来活咱的慧命啊、哦！人生啊，苦难偏多，凡夫啊！都是沉溺在六道中，虽然咱在人间，却是人间咱会当感觉到有苦有乐，因为人间是苦乐参半，而且呢，就是这善恶杂糅，所以伊的名称啊，叫做。五次十几地佛陀啊，无忍心啊，众生呢，在这个五次十几啊，善恶参半，这种的地方实在真危险哦，无忍心，所以啊，度众生为一大事因缘啊。众生啊，要度众生是真辛苦啊！爱用尽心思，爱教导众生啊，爱明是非，才有法度通断烦恼，所以修学道法，教咱安怎修行。教咱安怎选择道路？这六条的道路啊，你是要向多一条行？人间道，唯有人间道啦，佛法听得到，也会当在人间道呢修行，选择修行的路，也会当在人间道呢。身体力行菩萨道，唯有人间才有安尼的机会啦。所以，既然来得人间啊，是真无容易。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修行，会当听法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机会脱离了三界苦体啊。所以这几天一直呢，已经那位大中者开始呢，在问我，已经布置了子孙最希望的物件，那就是十三基咯，种种啊，这羊基、鹿基啊。牛的车拢总布置伫外面啊，较紧予大家人来选择，到底你所爱的呢是多一种的车？予大家人赶紧出来咯，离开了火体啦，在这个火出来的时。好，恁会当好好选择，赶紧跟出来。
看到遮个纹啊，大雨看到缅甸啊，也报转来了一段真感动人的真实事啊。那就是讲，伫缅甸的丹阴镇啊，伫这个小镇里呢，还有一间的佛寺。在佛寺的外口呢，排着真多啊的牛车，一两百台的牛车呢。住这人，一群的住这人呐、啊，安尼呢受到这农民的邀请，虽然被邀请啦，那一群的住这人。人人也带着呢，迄、那个棒布，就是布棒啦。要互因讲哦，那挂伫我诶时，伫园林啦，因无有亲像咱讲挂伫我了后啊，厝诶外口哦有大埕好晒色啊，因无啦。因原来呢，伫我挂好啊，就是藏伫迄个。禅林吼，啊，可以打再来修，安尼呢，容易那落雨，啊，伫禅林都会浸水啊，所以因都赶紧啊，为因准备真大领的篷布，就是要互因伫我挂好，还用篷布撮落去，隔离迄个土地的水啊。所以，因要受邀请的这个中间啊，为因呢准备这个布棚，同时呢也准备着红包去啦。到迄个所在，就看到啊，哇，哪会这么真多牛车拢伫遮？这农民呐、啊，已经呢，迄、那个车啊。一包一包拢贴个真整齐呢，伫这间寺院的一个角落里。原来啦，这是因已经丰收啦，丰收要回馈吼，那捐出来要交予助济人。听伊讲，一地呢平均起来啦。差不多是22公斤的车啊，那住这人下当呢，搁再将这的车啊，搁去帮助同款贫困的农民，农民呐、啊，本来拢爱去甲人借借车啊，利息呢足高呢，借一路啊，两路。挂起来了啊！爱行人两三路哦，所以啊，这搭边那些收起来，各行人都差不多呢，无够食啦，所以永远都是贫。住这人啊，从2008年的缅甸呐、啊，迄、那个。大风大雨造成了大灾难，从安尼开始展开了救济的工作，除了及时物资的救济，同时呢，嘛考虑要安怎样互因安生活，就是啊，大家人拢是做农，了解因呢。这七种拢是用石的，每一担挂起来，行人呢都已经存无偌多，所以咱都决定啊，就是关乎因迄个秘七种啊，所以买上好的七种，好因，而且呢，好因的肥料，同时呢。一直跟他们在活动啊，这些农民啊，
即看到主祭人对因毋是一时的帮助，是长久的关怀，甚至呢去发放的时啊，就是甲因讲，迄、那个得当啊的岁月开始，所以大家人甲即个话拢听入去啦。同时呢，因开始也会晓要安怎来回馈，真呢已经经过几年的时间，都有安尼年年回馈啊。做这呢，还是年年呢，各地无同的乡村贫困的这个电农都去发放。所以这回啊，也是同款啦。200多位的农民，把物件用牛车载来啦，这实在是真欢喜。这敢唔就是呢？迄、那个化水吗？这个化啦，入因的心啦，因呢在日常生活中。生活虽然不是真好过，确实呢，愿意安尼付出，这已经大家人脱离了迄、那个贫困，一定都爱互人帮助，已经脱离了。现在呢，虽然是不是真富有，却也会当帮助人，这呢已经是心灵财富。心啦，也是法，这就是慧明正中啦，法入脆啊，所以呢，会当活出了慧明来。那下面这段文啦，再讲哦，你是诸祖文佛所说，定愿之物，悉其缘故。心国永锐，互相推拜，那敬敬地作，静出好体啊！那这段文呐、啊，那也就是讲，遐囡仔虽然伫火体中啊，也阁是沉迷，唔知呀。爱赶紧离开啦，耗完啦，在迄个火体内底，不明这个火会伤害人，就亲像咱人生啊，在这个人间还阁贪着在迄个欲念，唔知影讲欲念呢是真伤杀人的所在，所以用人人啊。都还是沉迷不悟，释师呢，有接受到佛法啦。那这接受听了后呢，也佫有家己自我的执着，也佫执着伫家己呢所需要吼。那因为安尼，这拢总是伫这个三界内的众生啦。啊，佛陀无忍心吗？因为呢，众生还是沉迷在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内底。啊，虽然呐、啊，无有贪恋的物质，却是呢，心灵啊，迄、那个法所接受的呢，是偏。敢那偏执的执，伊所需要，其实唔知影讲伊所需要的是一个过程，路啊，是铺一条方便道予伊行，真正呢安全的空中大路呢也未到位，不过都是停滞在迄个方便道。的面顶的、啊、所以就要再作思维啊，甲大家人讲，
紧出来，紧出来！外面阁有阁较好诶物件，是恁大家人所需要诶，紧出来啊！即亲像安尼，迄当阵，诸子闻佛所说定愿之物，悉其缘故，甲即个中间呢，知影外面诶阁较好啊，所以。大家人赶紧要出来吼，那这是因，那表示讲哦，自助好熬，各适其意，哈，拄拄啊好适应，伫伊个内心所想要追求啊，应其所愿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人所看到外面，真实是我要爱的物件。开始吼，出好体啊！那这都是，譬如讲三机三款的车，洋车、绿车、搭牛车，安尼呢，该布置伫外面啊，互因目睭有看到，唔是干那看到，老爸伫咧画呢，定原来呢，外面真正有摆着因所要需要的。会当去坐着遮个车，去因所要爱的地方去吼，所以因欢喜失其愿啊，失其意吼。所以啊，譬如三心，那修学法的人啊，因所要求的吼，所适应、所好熬的法啊，菩萨。听到佛陀说法，那了解呢？行菩萨道，就会当通入方圆啊，持对这个妙机啊，他呢就是好傲，欢喜这个大乘法啦，会当通自度度人吼，即各种各人所需要，或者是因缘需要的呢，那就是。机吼，或者是呢，新闻啊，都是伫迄个洋机的内底呢。这拢是车，会当算啊，会当呢到处吼，有随心所欲，所以用车来譬如啦。啊，有这个车呢，可得吼，会当算吼，个色。机缘故，譬如遮个囡仔吼，用机用个车形容呢是声闻声，那就是只能自度啊，不能度他，干那会当度家己啦。知影讲哦，诸恶莫作啦。那但是呢，也阁无。到甲迄个众善奉行的所在，知影因缘啦、果报啦，那唔知影呢？还应该啊，阁安怎样去体会呢？十二因缘人生啊，来去的道理也唔知吼。但是呢，六机呢，那就是形容这个。缘觉性的人啊，那就是自度持法，伊会当家己自度家己，这个法呢，伊会当真用功，会当修持伊的戒律吼，所以啊，
自证其意，这就是乐极独善其身啦。他呢，敢那顾家己呢，身心清净，那就是无顾其他。啊，那牛车呢，牛机啦，是形容啊，菩萨性啊，菩萨性不但自度啊，而且会当见普度众生，这是譬如呢，这大牛车吼，那这是啊，用安尼来譬如法有大众消行，大法适应呢，这是来进去的众生，一闻即悟，了解呢本具佛性，但是要回归本性，必定要经历呢行菩萨道啊，这呢这些来进去啊，上行的修行者，伊会当体会佛的心怀，所以啊，发心立愿度众生。度众生的过程，也是伫咧自度自己，所以自度度他啊，就行会当圆满吼。这就是有一车心国用锐，已经大家人知影，外口有看到的物件，就是我所要爱的。大家人啊，心呢开始振作起来，啊，用锐振作起来啦，那互相推拜呀。敬敬地坐，大家人都要出去，所以静出好体，这呢就是表示，因为佛的方便教吼，方便的教法啦，所以啊随机受教，随在众生的根基来施教啦。所以大家人适应伊的根基咯，各人呢都有伊要所求的，所以开始精进。新闻。有声闻爱精进呐，缘觉有缘觉爱欢喜精进，菩萨有菩萨呢所领悟的精进吼，所以啊随机祷告啊，那随机受用，所以大家人呢已经精进起意力行吼，身体力行开始呢。从法入心呀，行在法中啊，安尼会当得出烦恼好体哦。那这种互相推拜呀，敬敬地走嘛，就是譬如呢，法用明心嘛，动精进。善行，那用明心已经发出来了，开始呢，勤精进啦，开始启动啦。在咱的力行中吼，这个用明勤精进，安尼启动起来，为恐呢落在人祸，但是殃及乐及啦，还是爱互因知呀。这呢，只是独善其身呐。那不过因一精进呢，总是接受佛法，因呢会当
慢慢体会了后啦，因也有承担的机会，所以啊，已经呢及时止恶啦。不管是阳基、陆基啦，受小性行的人，家己会晓呢，爱止恶，无搁再行恶啦。虽然呢，也未真积极呢去利他，尚无呢，因啊已经呢自利吼，同时呢自证其意，未搁再。去好多啊，搁在对路吼，这都是佛陀啦，用方便法，用三种的方法啦，这个小乘、中乘、大乘等等的方法来教育，这种好人人呢，会当排斥了迄个造作恶业吼。这个唔对的代志，都赶紧紧甲伊排斥掉去。大家人呢，爱勇猛呢向善的路行，无好的呢，都甲伊排斥掉去。好的路呢，爱赶紧勇猛前进。那安尼呢，才会当脱离三界苦厄吼。所以啊，互相推拜，那就是。无好的代志，拢总甲伊推开，咱会当有一条路呢，向前前进呐。所以敬上帝做向前前进。所以啊，大家人学佛啊，重在用心啊，将法呢爱好好接收入，变成是咱的法吼。那、哦。这是佛陀向咱讲，人人本具佛性，道理呢是永远存在伫生活周围中，随时提来拢是咱的法。安尼呢是爱咱大家时时多用心啊。